一点。好一点。还是怎么了？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是主管女看到圣诞老人。哦，圣诞老人。嗯，对。那其实我听说，因为今天才23号，他明天才会忙，所以我们好像也可以把他带过来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啊。那你们看，能不能把你的掌声拥起来，喊我们的圣诞老人过来？圣诞老人，你在哪呢？从屁股那边。哦，来了，人家来了。哎。啊。欢迎我们的圣诞老人。欢迎我们，欢迎我们第一个节目过来上台唱首歌，谢谢。我为赴于 last moment， 我要回爸爸耶。好家伙。